我是铁道理想派的 Love， 在2088年6月15号凤山站，8:42所拍摄的是3158式机动三线观后语的全程，准备实际凤山站。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后的影片。我第一次来到凤山，对吧？微笑号全程实际凤山站。我第一次来到凤山的地下化，那个凤山地下车站。然后之后普悠玛跟换道观光专列不停，其他都有停到。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也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后的影片。再见，拜拜。836加8385我下圈套，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也请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后的影片。接个看看3158将三千港后有人，因为836将8835，微笑圈套时间高雄，不是凤山站，尽量不办。